拜拜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辛苦辛苦。辛苦辛苦辛苦一首歌50个亿。哎，你好，请问是鹏华基金的和田吗？我先挂掉了，小慧姐。哈哈，你好，你好。那我就不用自我介绍了，你都知道我是谁了。啊！哎呀，谢谢，真不好意思，我的年纪也不小了。啊，是啊，那我跟你先确认一下我们这笔交易好不好？好，那您从公营瑞讯基金买入一张代码为11180439的中国银行承担10亿，利率是2.40%。交割速度为 T+0，请问确认吗？现在能有点深，可以再加100亿啊！我先跟你确认，来，我先跟你确认一下，是加到100亿还是加100亿？那就是总共是110亿，是吗？好，然后可以，我觉得我们来谈一下条件。是。是这样的，如果我要娶你呢，我觉得不能够用这个金钱和数字来衡量，是不是？你今天跟我说你加了110亿。我就娶你，那感觉我是被你买去了。我觉得婚姻应该不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，是不是？我们应该是彼此之间有真的感情，我才可以娶你。但我觉得这个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开始，就是你今天如果可以做到110亿，那将会是今天我做的数字最大的一笔交易，那我肯定会记住你，而且我很想认识你。现在人太多了，现在人太多了，啊。我这个方向。什么？发个招，撒个娇。哦，不，你误会我了。如果成家的话，我肯定不是撒娇的那个。你肯定是撒娇的那个。好，谢谢。哎，请问你还是刚才那一位吗？还是你是吗？哦，你那个变得太快了，一下子这么官方。好，那这样好吗？我再重新跟你确认一下我们今天的这笔交易，可以吗？好。您从公营瑞信基金买入一张代码为11180439的中国银行存单110亿，利率是2.40%，交割速度为 T+0，请问确认吗？岁月那秋风在墙头舍不得我，昔日伊人耳边话，一河潮声向东流，再回首。